民进党立委赖品妤因为在 IG 上 po 出了火辣的照片，有网友认为立委这样穿不 OK， 让赖品妤在脸书上开呛说任何人都有穿自己喜欢衣服的权利。对此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也力挺赖品妤的想法。陈玉珍还翻出自己七八年前的深 V 套装，声援穿衣自由。一个妩媚转身，这是陈玉珍，你相信吗？这件衣服几年了？哦，我应该七八年有了，对，还可以穿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穿。波浪卷发加上这深 V 装扮，很难想象在我镜头前的陈玉珍跟平常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。这样认得出来吗？认得出来，真的还认得出来，认得出来，那就是没有成功嘛。更漂亮了。啊，谢谢，没有，我是穿习惯那样，我会穿那样子。这样穿起来会比较有桃花吗？应该会。你觉得我是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这种东西随缘。第一次看到陈玉珍充满女人味十足的打扮，真的让我近距离访问起来有些害羞。就是因为这几天民进党立委赖品妤一张火辣照，结果让陈玉珍被媒体问到，会想跟他尬一下吗？尬什么？我没什么可以跟他尬。挑战的，我比较穿着。穿着，你们想干嘛？你都笑不出来。好，改天穿看看。来，当时受访一句可以试看看，让陈玉珍被不少网友攻击。有人说金门珍别报复台湾社会好吗？还有网友说别惩罚我们。一句一句嘲笑的话，陈玉珍倒是不在意。我觉得我这鼓励年轻人展现出自己青春洋溢的一面。穿衣是个人自由了，然后大家只要觉得穿怎样的衣服可以展现出自我，那都是好事。那当然，网络当然有一些酸民可能会讲什么的，但是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呢、啊。对网友批评大戏回应，而当时抛出性感照的赖品妤其实也被网友攻击。有网友认为立委穿这样实在不太 OK， 让赖品妤气到在脸书上反呛：任何人都有穿自己喜欢衣服的权利，无需特别指指点点。的确，不管赖品妤还是陈玉珍，展现身材想穿什么都是自己的自由。网友毒舌批评实在没有必要。东森新闻黄浩哲、罗旺哲在台北报道。